OK， 欢迎来到第一场。那第一场就是夜战了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长，每一场第一场都是夜战。我看完2077之后，更喜欢夜战了。哦，阿贝，干你认真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峰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台 HSTVL 高速电视。那这台车的赞助者呢，是由这个刘宪宏，他说好想看峰哥拍美国的 HSTVL， 看他有没有真的高生存能力。那这台车呢，是美国的一台实验车。它实验当初就是为了测试这种车的设计能不能就是挡住一些炮弹，然后增加这个组员的生存性。你们可以看它的前面装甲是非常非常的斜，这个斜度是钢针打过来是都有可能会弹掉的斜度。那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复合装甲，都只有这种油箱啊什么的。那组员也是非常裸露的状态在这个上面，只是就是因为它前面的这个倾斜角，那它很容易的把钢针这样弹掉。那它还有一个非常恶烂的地方，就是那这台车只有这个75毫米 XN274 坦克炮、哦，不过呢，它的装填速度可以来到 1.5 秒。这个是非常恐怖的，它的弹药是这个 XM885， 然后穿身可以来到276，所以基本上你就依靠你的机动性，然后绕到敌人的侧面啊。如果假设敌人是苏联车的话，真的是可以一炮一台，一炮一台，一炮一台，那是真的非常非常恐怖。那它的机动性同时也是非常好的，它的最大速度有83公里，然后呢，因为你的车体小，所以重量也小，只有20吨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绕到敌人的侧面，然后它还有这个炮手跟车长的一代热成像，甚至是几乎什么东西都有了，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高阶的 PT-7657。 OK，那我就不再多废话了，我马上在游戏中看他的表现吧。OK， 那我们又再一次来到夜战了。不，我现在遇到夜战我都很 emo 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这场下分房，那这张地图，可惜我们这次对的是我们这没有对上苏联车哦。不过我想应该还是。可以有不错的效果的哦，这个放烟火是不是啊？Nice。哦，对面还有一台。好像是那个比尔吧。好乱哦，这场到底这场超这样超乱耶。Oh my god！ 这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？Later。OK， 我觉得我要缓一下。OK， 那边有一台96站啊。不过这台的生存能力是真的很好哎、欸。哇、wow、哦！我刚才吃了多少发钢针啊？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打我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整队就这样子被我们团灭。OK， 欢迎来到红色沙漠。那这张地图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这台车，因为毕竟距离有点大。那我们这样子
必须要绕很久才能绕到他们后面。不过谁知道呢，也许地图大，死角更多，所以他们也不更不容易发现我们，我们就赶快到我们的目的地吧。毒瘤杀毒瘤，非常公平哦。其实我们队友已经绕到他们旁边了，难道这一场又会是一场快场吗？我是真的觉得我们蹲在这里就好了，因为我们一直跑会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嘛。好像在拍照。哎、欸，这台好好玩哦！这台如果你稍微去绕一下，然后稍微对地图熟一点，你就可以爆杀哎、欸！哇，都是直升机。快逃快逃快逃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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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fuck 滚你滚你滚他妈逼你有种给我出来这游戏就是会劝退别人，就是由你们这些他妈的 ，Nope，Nope， 嗨，开机吃多少发钢针啦？你们玩卡武林就不要怪我玩无人机，你们他妈的这些死卡武林，妈逼耶！哈，在玩直升机嘛？你他妈在玩直升机嘛？你娘嘞！真的不要怪我，不讲武德啊！你们自己开他妈那些白痴直升机，就你，干他妈就是你开直升机，一大堆卡五二，然后涡流又超快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欢迎来到废弃工厂。那这场是城市图哦，应该很适合我们。哦，哦，OK。Oh no！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觉得我们要撤了。OK， 非常好，把引擎关掉，跟队友说前面有两台。Later， 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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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赞呐、啊！赞呐、啊！送啦 S， 干好屌、哦！Nice. OK， 我们可以去我们今天想要去的那个位置了。Oh, automatic. Be nice knowing you.哎、欸，哇，他声音也太小了吧！那声音超不明显的。这就是窝桑的现况。有人会觉得很击败，但我觉得没有比直升机还要击败。
没有比打不死的卡武林还击败。No， 拉起来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七个杀，简简单单。Not bad, not bad. Now you. OK， 欢迎来到最后一场。那很可惜，我们这次跟苏联车哦。不过应该也是还行的。那这台车怎么样，我就不多说啦。送给你们三个字啊。送给你们三个字啊。OK。那边有一台中国车，See you in hell。哦，我们好像被蹲爆了，我们可能要回去一下。左边。反正现在就是满街的 case。所以我也不……哇，他直接躲起来。OK。Fuck War Thunder， 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